你确定你要这样玩？你过来坐下啦。你看他为什么一直要这样站着，是因为他想要去反思，如果说他今天180高我个就是十几公分的话的差异性，假设我现在180就差不多是这样，因为 Ben 其实是坐着的，有这么夸张吗？180好像差不多齁，就到胸口这边，这样子太那个了吧。那除非你要搭我的肩，那如果说我们走在路上，如果搭肩会变这样，走在路上，哎，讨厌，走到 Ben 就这样，这样感觉不太算吧。所以干，你会接受女友女朋友比你高吗？我觉得如果遇到了，感觉对了，那我不会因为他比我高而放弃。那你有交往过比你高的女朋友吗？还没、那如果高你十公分呢，或十几公分呢？是有点太高了。那时候你还会有 feel 想交往吗？我觉得看个性耶，如果他很高，然后他的个性是比较软的话，我觉得那还可以尝试。他已经很高了，然后个性又很强势，然后又比较又很，比如说很壮，那我可能会觉得还是相处不来吧。所以你还是会因为他的身高，然后来去决定，或者是他的身高跟他的比例大小，比例什么比例？比例大小就是壮啊。如果说他是高但是纤瘦。那可以，所以你还是觉得可以。如果说他是又高又壮，你可能就是一起去运动。他可以当打篮球，他可以当我强力的中锋。好，那我先说，那如果说今天遇到一个是小前锋，比你高的，那你会有心理上你会自卑吗？不会，会，我觉得好像多少会有这种矮人一截的感觉。那青青呢？踮脚啊，你踮脚，踮起脚尖爱，还是你会叫他蹲下？如果真的大家就觉得说，哎，今天要来亲亲的话，那所以本来是，比如说你可能就是女朋友，你可能会这样搂着她过来亲，可是变成就是如果你比她矮的话，你会变成，亲爱的，好像随身应该要带个什么木箱或者是鞋垫，这个会不会交往应该是跟你。当下你来电 feel 的时候，你就是会有一些判断。那 Ben 你会在意女友比你高吗？我其实交往的女朋友通常都比我高。其实我最高交往过一个180公分的女生。嚯，180哎。对，然后呢？好高哦，男生也算高了哎，180。高啊，对啊。可是那时候就是来个 feel 啊，可能是我第一个交往这么高的。我差不多到他胸口吧，也没那么夸张啦，但是这个就是胸肩膀左右，偷一下。那如果说他再穿个高跟鞋，就是直接到胸部。我跟他出去的时候就有像我刚才问你的那些问题，就是可能两个人走，你说要牵手好了，就是有一点好像是你会比较，比如说短一点，类似这样子。对，然后因为我比较矮，我就会比较，对，我就会比较长，对，就变成我就要这样，好像感觉要提你。对，那有点累。会比较累啊，然后他就会很无形间的，因为你知道吗？其实人会有无形间，比如说你看到一个比你矮一点的，或者是比如说你们在讲话的时候，你会去搭他。那因为他比你高，所以你要搭他，你变成你要抬手，他会来搭我，就好像有点愧，好像愧哪里这样子哦。我跟你讲哦，所以就要看我们心里怎么想。对，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哎，有点。对，当然我也不是说很介意，可是那种感觉就是你好像整个被压下来。所以如果你跟比较高的女生交往的话，他们会在心态上面真的会比较强势吗？相处上面，我觉得强势是看个性，不自主的举止会让人受伤，会让你会有点不自在。对，比如说可能就是，比如说如果他高你那么多的话，比如说他可能跟你讲话，哎，我跟你说哦，或者是哎，我跟你讲哦，或者是用头去。啊！所以你通常交的都比较高一点，那你会有什么处理的方式可以让自己看起来不要跟他差那么多？我觉得这是要看女生的想法，因为她都已经觉得说她已经她男友已经比她矮，有时候平常的时候她就会穿平底鞋啊之类的。可是如果说有一些她想要爱美的时候，她也会穿高跟鞋，因为已经知道你就是比她矮，所以她觉得矮几公分也是没有差的，因为就是差那么多。对啊，就是有时候要拍照的时候就没办法啊，请麻烦蹲下。然后或者是我们两个想要就抱着来亲一个的时候，这时候我就会说请蹲下。对啊，所以刚才我说的例子之后，然
会想说交比你高的？我觉得我真的可以尝试，因为我没有交过比我高。如果他是命中注定要遇到的人的话，那就来吧。我觉得如果说你女朋友比你高，然后但是他是比较小女生的，我觉得那还好，你还会觉得说哦，有一点 man 的感觉。可是如果说他比你高又很壮，然后又很壮，重点是壮，然后比我还快，然后比我肉比我结实，就是他又很勤劳或办事能力很高的时候，你这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啊，到底他是 T 还是我是 T， 我是他的女友之类的。那你就是气势要比人强。你过来，你蹲下。对，打球的时候说你最好是不要一直给我待在篮下，我只能去投三分。没有，他说我可以帮你，当你投的时候，你盖个火锅有没有？没有，你投不到的时候，他也可以帮你往上一推，他就可以进篮。然后我就说你不要，不要帮我补篮。可是问题是，你知道高的女生其实她们可以接受，就是大概你矮的她大概五公分上下吧。但是如果你矮她太多，我觉得会有一种无形中的那种感觉，女生反而会觉得就是说我好像没有被保护到的感觉。哦，想要小鸟依人，但是好像缩起来太大坨。因为本身身躯就已经比较大，比较大一点了。超烦的。所以啦，你会接受比你高的女生当你的女朋友吗？然后如果说你也不介意，然后你也有，然后如果像你们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？对啊，你可以都分享让我们知道啊。对，在生活上面会有什么状况，或者是心态上面有什么感觉，都可以分享在下面。好啦，我们下回见啦！我是阿 Ben， 干干，请支持帮我们分享，然后小铃铛，拜喽，拜拜，大，因为女生身躯就已经比较大。